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系列哦。今天来谈一个天象变化中的所谓的三界阵法，法阵人间哈。事实上，围城川劳队呢，我们做的视频呢，好几年了哈。那七八百个视频呢，一直在展开的是创世主弥勒圣人呢，他的宇宙正法，更新宇宙，不要再沉住坏灭哈。那天体宇宙庞大的宇宙天体呢，事实上创世主已经2017年就把它归正完毕哈。好，这是法阵乾坤已经结束，接下来呢就是三界内的阵法，然后法阵人间，那这非常关键的时刻里面呢，刚好遇到这个所谓的天象变化中的九紫离火印呢，应对了所谓的紫微星呢，紫微团队呢的前面的阵法。那这里主要的我们谈的是创世主弥勒圣人呢，他的一篇经文哈，在2003年2月2日呢，所写的一篇经文叫《肉盔一念间》哈。那这个碑呢，加上龙纹宝盖，非常漂亮的放在纽约州的龙泉寺哈，龙泉寺哈。在纽约市呢，开车两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这个龙泉寺。当然，以后这边当然也会开放给大家去哈。这个重点呢，就是为什么今天再来谈一些三界阵法、法阵人间特别来谈到入鬼年间。因为肉盔念间是创制主整个宇宙正法的苦心全部写在其中这种正法的艰辛，包含弟子中呢还有一些邪恶呢在其中呢，这种干扰这个正法严重到呢一回大法以三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其实围城在这边为大家来解这个所谓的三界阵法、法阵人间、肉归一念间哈。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人人类到今天都还不知道有这一篇肉归一念间呢。那很多的学员呢，修炼这部法，创主所传的法已经30年了，很多学员学了这部法却不讲不承认肉归一念间这种不承认创主主他的师父所写的经文这是天大的问题过去创世主曾经在神意里面呢演出一个节目呢，设计一个节目叫道元道元这是道家的佛道两家的道，缘分的缘那事实上在里面就展示出呢一件很大的天机啦，不要看那么多的学员修炼人自称弟子的修炼人满山都是，当创世主呢
这个要讲，要叫大家放下生死，跟他一起走。结果满山遍野的修炼人呢，却不敢跟，不敢放下生死。当然，其中还有非常严重的，就是悟性的问题啊。修炼人修到今天为止，这个悟性呢，还如此的对待创世主师父的肉桂一念间，非常严重，非常严重。修炼人呢，在面对师父的法的时候，记住啊，没有宇宙间任何生命可以介入，没有所谓的你，还有所谓的你的辅导员、你的上级指导员，没有这回事哈。修炼人如果还有在你在学法修炼中要正法的过程中，你还有上级指导员，你还有所谓的组织的啊顶头上司啊，那你不用修这部法了。这些学员就等于被这样被设定为报废的一群人哈。修炼人呢，对师父跟对法的认识上的错误，在前些时候有一个1800多岁的修炼人呢，这个神仙呢，师父让弟子打开题目，亲自看到他，以便于让这个神仙来警示、警告这些修炼人。整个道啊的修炼人呢，修炼上对师父跟法不够、不够啊，不够标准啊，没有达到真正修炼人的要求。当然，我们知道龙泉寺的事情啊，就是最后龙泉寺讲话，师父在龙泉寺讲话啊。哽咽三次呢，也是他传法30年，最后这样，只有整批的修炼人呢，没办法跟上师父，跟上创世主的正法进程。创世主师父呢，哽咽三次哈。其实我们今天来谈三界正法，法正人间呢，跟肉桂一念间。就是基于这个即将进入九子离佛后面的整个人间的变化，天盘的调动，整个天盘的动啊，天象的变化即将开始显露在人间的时候，期望呢再谈一谈，所以修炼人不去看师父的肉归一念间，那是犯大罪啊！不止犯大罪，那个在扭曲师父肉桂念间、掩盖肉桂念间、轰杀肉桂念间的人，一定要接受最严重的制裁，必须清理掉啊！这个不只是败坏了整批修炼人呐、啊，这群体。其实打压了整批的修炼的群体的正念、啊、非常严重的邪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就必定就地正化。宇宙绝不允许这种生命存在、啊、这是最后的警告，警告的是所有的学员，这些目前、啊、你还披着人皮说你是创世主的弟子的这批的学员，甚至连大法弟子跟学员还分不清楚，非常可怜的一群人啊！这是最后的提醒了，期望肉桂一念间啊，
能够让各位能醒来哈，能醒来哈。尤其师父上次主呢，在其中讲了一句话：“传大法入三界，称弥勒之佛乘。”接下来全球普渡的时候，将以弥勒的佛乘大法，再希望以弥赛亚的大法，在全球普渡哈。这个基督弥赛亚救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在人间普渡，世人终将全面的知道。他们是千国灵王万主下界的，也就是圣依所演的创世代的千国灵王万主下界这么一件事。六归年间是摄入宇宙正法的艰辛他的整个苦心都写在其中。若身为弟子，身为大法中的修炼人呢，不去重视它，那就是不只违背事业了，根本谈不上是所谓的大法弟子。创主一再给大家机会、机会、时间、时间，可是一直的、一直的，整个浪费掉了。师父的最后的决定众神也都看到了，所以收集围城创造队呢，全球普渡法证人间好，我们今天呢，再把六归念间再为大家来读诵一遍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要准备进入九子离火印前的今年呢，最后要准备过年的前头，我们再把六归年再读诵一遍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当然，能够看到围城视频呢，都不是泛泛之辈都是非常了不起，也期望各位赶快的浮出台面。人世间说停就停。人世间说叫你不要任何动作，整个被锁在自己的家里，轻而易举。人世间天崩地裂的地震，瞬间多少人要被这样被清理掉，也是轻而易举。中国大陆的这些。夜大风起声开始在清理许多的人在今年可能最后一波结束的时候，中国大陆整个由疫情来消费人数达到人口的一半，7亿人到今天的所有人类的主流媒体都在掩盖，这个就是主流媒体犯下的重罪都必须要被受报。法证人间现世现报法证天地现世现报，创主也曾经警醒大家只是知道的人不多了。当然，这是我们的另一个责任必须把这个天机向全球打开这个是。我们必定会做到的。好，我再把六归念间呢来跟大家读诵一遍六归一念间，念救度众生之故，力挽大穷于户灭，来一离落于苍穹之顶，神神下走，世世入下层，尽知沉沉众生之乐。之忧之所思，始末之由来，腋下其越险越恶，越近于情。传大法入三界，称弥勒之佛乘。生于世间，不入宫门，不进官宅。出身庶民寒舍，无人知其根，难晓来。故大法开传，不计过往之恶，只见对大法之念之所为。开人成
神佛及即位之延龙会法，大华内涵高远而易懂，理白言白，三字真言法力无边，千年判道一朝得意，众生如酒壳得甘泉。修者日众，上下各界无不震撼，失众者尽迷于无迷之表，判道变异之徒各起失恋，行无道之为，难中涉难，险之更恶。一回大法于三界，天无道，地无德，众恶齐下，天一变，何物可挡？难为路，险为伴，踏罡步，转法轮，震天体，宏为既细，无所不及，无所遗漏，留炎龙不破，大法于大穷，归位兮，法正人间兮。师父李洪志，癸未年正月初二，2003年2月2日。好，我们今天啊，这个三界正法法正人间的入归一念间，我们啊，这个就讲到这里哈。啊，希望大家赶快加入哈、啊，加入我们为神创团队全球普渡人传人啊。人传人的时间即将开始哈，啊，宇宙的根本道人间呢，整个炸开呢，啊，把这部宇宙根本道啊传递给每一个啊有缘的生命哈、啊，人世间也在大部分呢都是天上下来的神啊，都是千佛灵魂万族下界的啊，天上的法王天主哈、啊、都不在三界里面，非常高高的不可思议哈。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全球普渡的最主要的使命，唤醒这些众王哈、众神呢一起来啊，注视正法，完成历史的使命哈、好，我们今天这个三界正法化正人间如归念间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良知少年藏。